저거나. 你在这里撒野，走开！走！哎，走开！你谁呀你啊？你敢推我们家囧囧？什么情况啊？你是谁啊？囧囧，就是这只猪吗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为什么要知道你是谁？全校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谁。 全校都知道，为什么我就要知道啊？你是校长吗？我现在连校长是谁都不知道。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找我练绕口令呢？你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带着猪来学校？这里是校园，不是你家的花园。 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有毛病吧？你复读机啊你！算了，只要你向我道歉，我就不和你计较。道歉？我向你？其实你知道我是谁吧？还知道我有多在乎我们家囧囧，故意找这种方法接近我吧？看你这样子，是新生吧？说吧，从哪儿搞到我的资料的？ 贴吧还是微博？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你的猪先撞了人，难道你不应该道歉吗？小学妹，既然查了我的资料，就应该最清楚我最讨厌别人在我们家囧囧面前说他是猪。你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说了四遍了，如果你再说一遍，我就针对你不客气了。那他不是猪是什么？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说能够刺激我呀？好让我对你印象深刻呀！算了，我看你这个样子也不像是个学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老？站住！你刚才真的不是为了故意接近我？我警告你。 如果你再胡说八道、胡搅蛮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怎么，你还要打我呀？来，往这儿打。你打一个试试看啊！你到底打不打呀？浪费人家表情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沈晨阳向来说到做到。 如果他今天真的敢打我，我就让他做我这学期第一个女朋友。小学妹，你敢打我？这个臭流氓，神经病！流血了！臭流氓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故意带着你的猪在这里等着，想欺负单独来报道的女生吧？ 今天遇到我，算你倒霉了。以后如果再让我看见你欺负人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哼，那不是沈清扬吗？他竟然挨打了，他不早就应该被打了吗？ 是我怎么了？你们瞎拍什么呀？不准拍！哦，我明白了。
你就是要故意整我，对不对？不服气是吧？那我就说到做到，见一次打一次。顾小满，左安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不去报道？我临床系新生报道的地方在学校南区，走吧。我来。等一下，我们俩的事儿还没了结完呢，着什么急啊？这位同学，凡事都要适可而止。作为一个男生，欺负一个大一刚刚入校的女生，不觉得很过分吗？你又是谁？敢这么和我说话？临床系大一新生，左岸。我管你什么左岸还是右岸，先给我靠边。想要英雄救美，等我先跟他的恩怨了结完了再来。他拿过8次三大冠军，我刚刚已经替你挽回一次颜面了。而且你现在可以看一下学校论坛，已经炸掉了。作为南都医科大最有影响力的学长，如果不想再丢第二次脸，我劝你到此结束。走。嗯。这是最让我惊喜的开学日。左岸，他刚才好帅呀。小学妹，等我再给你搞一个更好玩的欢迎仪式。欢迎你入读南都医科大学。让开，让开。舒大大，看见没有？你能考上大学，我也能考得上。没话说了吧？我说你当了这么多年学霸，一点用也没有。现在咱们俩不还在一条起跑线上？我帮你拿。哎，给我。小曼，我帮你打听好了，你们宿舍呢就在那边。一会儿啊，我送你回去。舒呆子，该忙忙你的去吧，不是还有人等你呢吗？知道了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左左左左左左什么左？人家不想理你。你刚才说话也太损了吧，明明就是你那句话说的太过分才把人家气走的。小曼，你太天真了吧，你太单纯了。都怪你，人家是找人家女朋友去了。女朋友？我亲眼看见的，在校门口两个人一起下的车，一看关系就不一般。青梅竹马？什么青梅竹马？那个女孩子一定很漂亮吧。嗯，还入不了本王子的法眼，跟你比还差一点。小满，哎，慢点儿。